在两个班药当中到现在已经轻松很多了。那么医生讲，他说我轻松很多了，表演给我们看一看。结果好了，我就看了，就去找。哎，你真的轻松很多了，这个药可以减半。是我觉得平水很棒的是，我可以介绍给别人更多的健康，而且非常简单的。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就是30分钟的平水沟。我觉得就是手脚就不冰冷了，而且睡眠品质也好了。哦，那以前我是常常腰酸背痛，现在也都改善了很多。一个月就有这么大的效果？是，因为我们在公司里面，就是把这套功法呢做成我们员工的晨操。那时候呢，我们就在每天的早上6:30起床啦，然后甩到7点，然后就甩完以后呢，那我们的精神呢就感觉到非常的好。那因为我们员工每个人都有做这个晨操的习惯，所以也提高了我们的生产的效率。也获得很多很多的好处。然后做了之后的话呢，我原来那个我这边腰以前有受过伤，发现做完之后呢，整个这个这边腰上就是好了。本来我有洗衣服蹲下去站起来都很有困难。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体力方面的话也比较好。我那阵的手哦，干那安尼。要压安尼压袂惯啦，啊都差不多像我即摆压的速度安尼尔，压袂惯。啊，我即摆就即摆来伫新诶，即个老师哦，学差不多有3个月啊，即摆手足自然。你看，会弯起来咯。会弯起来，会弯过啊。咩毋是讲干阿讲安尼尔，安尼尔，会弯过啊，足自然。我呢，92岁，现在有这么健康的身体，以前。在吃药，止痛只有止痛药，颈椎、这个腰椎，参加以后到现在差不多两个半月样子。在两个半月当中到现在已经轻松很多了。那么医生讲，他说我轻松很多了，表演给我们看一看。结果好了，我就看了，就去找。哎，你真的轻松很多了。这个药可以减半，所以现在是到现在上个礼拜开始，我的药就不吃了，完全要靠，完全有个意志要靠平甩功来继续下去，是不是可以比现在更好？改变最多的当然是我的腰酸背痛，因为我曾经车祸这样当空中飞人，摔下来的时候，我的髋关节是受伤到很深层的痛啊，真的是很不舒服，所以我没办法久站，就是这样子。所以一次要甩个30分钟下来，真的我没办法去站在那边甩个30分钟，而现在30分钟对我来说，很轻松。接触平甩功以后，我发觉平甩功的蹲弹超变。我觉得跟那种强外力的不一样，对，不一样。因为我本身已经练这个运动的深蹲已经很多年了，包括早上刷牙，而且我都教学生这样做。现在我想要把平甩功呢，把它带到另外一个，就是跟学生分享，让他知道生活上其实平甩功花的时间不多，但是得到的气的流窜跟膝盖，尤其我的膝盖啊，前端呢已经都。变成那个酸痛感减少到快没了。我应该最大的心得就是我的膝盖渐进式的回到还当然不可能回到原来，我知道它回到我车祸之后这些年来最佳的状况。我本来有这个颈部因为长期工作的关系打电脑坐在桌子上前面那边打电脑，那这个脖子会酸痛。很奇怪我自从这样甩了3个月之后就不药而愈了我自己最大的感受是因为我自己的体型比较肥胖，我上下楼梯的时候很吃力，爬个楼梯可能都要分个2段才能够
上楼梯。那现在呢，经过四个月长达这个时间下来，有每天早晚这样子练，自己发现我的股四头肌的这个部位有强而有力哦，现在上楼梯可以一气呵成，不需要休息哦。四个月就看到效果了。对，哇，那就脚步很轻盈哦。到我练了平甩功之后，忽然发觉说，哎，我的平甩，哦，我的那个平甩功对我的这个鼻子过敏有帮助。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过敏的现象，也不用看医生，也不用吃药。帕金斯症哦，所以。走路就会抖，是不是？走路会小雀步这样。哦、小雀步哈、哦，慢慢走这样。啊，现在呢，甩下来，你觉得有没有改善？有啊。哦，怎样的改善呢？这样走路就、哦、就不一样了，嗯、就很顺了哈。就走路就比较轻松了。对，哇，比较轻松了哈。感觉袂歹啊，手哦有较轻松，因为我中风哦，啊，我手拢安尼僵僵啊。啊，像正正啊，即摆甩了，怎手怎有较轻去啊？较轻啊！我拢足重诶，拢爱袂行。哇、哦哦哦，你正正中风啊，行路敢会无方便，还是安那？啊，都牙乖啊！牙乖个，啊，即摆我看会变啦。啊，唔免牙乖啊！真好哦！我拢怎唔免牙乖？因为我每天晚上睡觉前就会练30分钟，对，然后让那。就是心可以安静下来，不止身体，心也可以静下来。对，我觉得心境很重要。是。然后我会练完以后再，当然喝个水，然后再静坐，所以睡眠会觉得比较好。比较好。对。啊、然后有时候在练完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排气。啊，是，对，就可以身体循环啊，对，消化都变比较好了。对。然后我的膝盖会有点痛，但是练了这个，它有个第五下，短，对，那个弹两下，这个可以让那个膝盖改善。嗯。那自从那个练了以后，天天练，膝盖没有再痛了。我先讲我的先生好了。原本我第一天甩的时候，他还看我在干嘛。嗯。但是后来他我说很棒，你赶快跟我一起。第二天他就跟着我一起晒，然后呢，后来大概隔了两个星期，差不多两个星期，我的先生他居然不用起来夜尿，以前他夜尿要两次，那很困扰哈。对，他都会说，哎呀，不好意思，又把你吵醒。我说没事。就那天我洗完澡，我就跟他说，哎，我觉得我的那个内分泌改善了。然后他说，偷偷告诉你，我晚上都没有起来尿尿。我们觉得练平甩真的是利人利己，除了对你帮助别人的时候，同时也在帮助自己。是的，而且结缘认识了这么多师兄师姐，把健康带给大家，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哇，你们真的很棒哎，可以把师父的这个平甩传爱给大家。对，所以我们特别带平甩传爱。